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台风过后啊，海边因为受台风的影响，会刮上来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在这个退潮的石头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海兔，哈，老铁们快来跟我一起捡吧。有没有密集恐惧症的老铁扣一，没有的双击，喜欢的关注大海吧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冬天来了，海边的海鲜物啊都不愿意出来，就连这个杀马特蟹都在家里冬眠呢。我今天啊从王大爷家的个存货底子里拿了一瓶老酒，让他暖暖身，看看能不能呛出来。觉得能呛出来扣一，呛不出来的双击，喜欢苗子关注。Boys and girls， 去到海边啊，看到半遮半了的东西啊，一定不要踩，直接拿个大铁锹搂就完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是我自埋自挖的啊，估计老铁都看腻了，双击也不给了，也没有神评论了。但是看到我这么坚持的份上，给个关注中不？有个小姐姐啊，私信和我说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，然后就想看我再捡一次这个海肠。我这为了让小姐姐开心呢，就去市场上又买了一个海肠，拿来做个解剖吧。那个小姐姐你看到了吗？开心的话就点个赞，喜欢大海的就关注一下吧。Hello， 最来的宝宝们，此视频啊，我就想要一个小爱心啊。今天带你们解剖一个大鱿鱼，有墨双姿，有墨双姿，不但有墨啊，还有小乌贼。好多老铁说这个墨是什么味道的？你们有喝过墨水吗？关注我，马上带你们吃哦。Hello， 宝宝们，有几个粉丝啊，非说这个鲨鱼啊是假的，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玩具啊，说我自欺欺人。今天让你们看看，这真的不是玩具啊，这就是那只搁浅的鲨鱼啊。你们喜欢鲨鱼的双击，喜欢赶海的关注，喜欢主播的扣一好吗？老铁们，很久没看到我抓竹节蛏了吧？现在的竹节蛏啊都学精了，那撒盐它都不出来，真是把我气蒙圈了。今天啊，我找了一个竹节蛏的洞，倒上了82年的拉菲啊，看看能不能高兴啊蹦出来吧。关注关注关注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这些海兔宝宝啊，就是上次被台风吹上的那些啊。我嫌太小了，于是挖个坑啊，把它们埋起来。你可能刷到了这个视频啊，不会逗留太久，也不会点赞，也可能以后都刷不到我了。我拍个作品呢，需要两三个小时给你们观看，你们只需要一秒钟点赞。好多老铁啊，非常喜欢吃鱿鱼啊。不在海边的老铁啊，都问我鱿鱼怎么做。今天我买了一只啊，先把它的表皮往下撕一撕。算了，这只不太好撕，直接爆炒就可以啊。你们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，对老铁们说一句真好。晚上好啊，大哥大姐们，今天下午啊去海边赶海，走到了这个绿巨石的旁边啊，发现了一条大长腿。以我在海边的多年经验呢，我确定啊这是一条八爪鱼的腿。见笑了，这都是我的经验之谈。舅妈们忙着臭美，舅舅能不能来个双击关注呢？中午好，老铁们，每天赶海的时候啊，都会捡到许多不同的海星。有的老铁特别好奇，这些海星是不是中看不中吃？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手里解剖的这一种啊是非常鲜美的。如果你对海鲜不懂，可以关注我教你们。觉得主播可爱的双击吧。